这个球拿到了在左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落地一个弹跳打到了全垒打墙。哇，第八棒的林振义现在要上二垒垒包了，在七局的下半第一个上来打击一号三坏的情况之下，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。林振义最近的手感也很好啊，拉到了先发之后啊，今天呢个人第二支的安打出现了。前面一个半局犀牛啊追成了平手，但是七局的下半 Amigo 呢也有攻势了。这个球投的有点偏甜的哈，有点偏红中的位置。那林振义这个整个击球的掌控相当好，